母亲节快到了，您会准备蛋糕庆祝吗？但是啊，在吃蛋糕的同时，一不小心热量可能就会过量了。有营养师整理出了被列在热量红灯区的蛋糕，包括了重乳酪起司蛋糕，光是630克就有2700大卡。另外，很受欢迎的法式千层蛋糕，还有巧克力鲜奶油蛋糕，通通都上榜。不过，像是蜂蜜蛋糕、像水果戚风蛋糕，还有轻乳酪蛋糕，这些热量就比较低一点。营养师也建议，除了控制热量之外，吃蛋糕的时间也很重要，建议在中午到下午的时间吃，才能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消化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